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，这是今天的新闻。王一博新剧造型太帅气，《冰与火》播出在即，令人太期待。谈到实力派，王一博是一位悟性非常高，带来的演技很有灵气，还肯吃苦和奉献的演员。职业生涯发展空间具有无限可能，尽管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，但在众多90后演员中所展现出的演技可圈可点，尤其是在台词上，也能凸显出许多优点。一些角色即使没有什么表情和动作，也能将人物的精华展现在荧屏上。经过多年来在娱乐圈的磨练，他的事业进入了巅峰。王一博的实力相当不俗，参与角色中凭借极高的悟性创造了多部人气剧集，如同一块海绵，什么样的人物角色很快就会被他吸收。以扎实的表演功底在荧幕上充分展现，有资源有实力的导演成为座上宾，只带了双人剧本，手里就有两个，不管是剧情阵容，引人期待。即使是小到人物造型，都能引发许多话题，带来热议。比如他出演的《风起洛阳》这套古装剧，带来的话题、引来的热度都是相当高的。演员阵容都感觉到了实力，男主是顶流黄轩，是影视剧里一颗耀眼的明星，也是主力军，被小伙伴们视为偶像派，颜值和演技双双在线。演技手法相当出众，娱乐圈风起云涌，可谓风光一时，热度直线飙升。在众多导演中，尤其是众议的演员，以王一博为领衔主演的古装剧实力可圈可点。谈到王一博另一部双人戏《冰与火》，只需将其中的基础细节牵扯进去，就会让人有所期待。比方说情节就是一个刑侦剧，迎合市场主流趋势，占有很大份额。第二，剧组为了营造作品的热度，带来更多的话题，发布了一些概念海报，演员阵容展示了一系列的剧照，光看造型就叫帅出了新高度。此外，演员陈晓的搭档也是顶级演员，拥有着出色的表演，施展的空间很大。这一次迎来的双子座男主剧《冰与火》，实力不容小觑，尤其是两个男主角，王一博的实力不言自明，男主角陈晓和他搭档，无论是古装银幕上的造型，还是现代的造型，都被称为盛世美貌，眉眼如画，为自己赢得了有利条件。演出的剧目中人气过高，演绎的角色能吸引观众的眼球，从而给剧目带来更好的效果。不管哪种角色，总会感觉到自己在演绎人物，完全融入了剧本。本次王一博带来的双主戏，有望创造更多可喜的成绩。用他的演绎手法，在剧本中创造了足够让人期待的人物形象。此外，和他搭档的还有顶流演员陈晓，一个被称为演技高超、低调不炒作的正能量演员。看两位顶级演员领衔主演的双人戏，给剧本注入了不少力量。展示这种靓丽的身形，还能吸引观众的眼球，带来话题性，被认为是帅气出新高度。